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强尼。今天又是大家最喜欢的题材，是越南辣妹洗头。那又到了帮我身后的 VIP Barber Shop 做评鉴的时候了。老板希望强尼呢能够定期的担任老师的角色，然后呢帮忙看小姐姐们手艺有没有生疏。而且啊，他们常常给我惊喜，就是上次那个服装啊、蒙面啊，真是让我害羞哎。所以强尼今天一样很期待他们到底会有什么新花招。那赶快一起跟着强尼进去看看吧 ，Let's go。哦、Hello， 哦，制服小妹妹，哎、你好，你好，柜台小姐姐一样是很气质哦。那一样哦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是这里都是她的那个套装行程。那我们就看这里啦，那我们赶快进去享受吧。Thank you。那准备要开始喽。哦，你好，你好，还特别说中文呢。好，洗脚胶，我都会自动放进去了。之前没有这个哎，帮我磨脚皮吗？哦，越来越厉害了这一家。我要开始休息了。因为今天呢，我其实是感冒，所以呢，这样子按一按，说不定会让身体更好一点哦。这位小姐姐是我在这里遇到，我觉得她技术非常好的，就是说她动作非常的快，很准，看不出来她这么小只，小巧的身形呢，能够有这么棒的那个技术哦。等一下帮大家问一点她的讯息。这位小姐姐超健谈的，她刚刚跟我聊很多天，然后她叫我啊先睡一下吧，所以叫我休息一下，因为她知道我今天感冒。这小姐姐实在太活泼了，所以我帮大家问一点信息。天灯垃圾。天灯 Ruby。
Ruby， 哦，这里都有英文名字哎。And Bong New Dui， 海威拉，海威拉，哦，假 ，so young。And Gao Bong New， 哦，155哦哦，很小哎，小只。And Allow， 哦，十郡啊，第十郡哎，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，一样可以去那边巧遇哦。它这个呢特别的活泼，而且技术是属于快很准的一种，我觉得它技术真的没话说，赞。啊，哦，都伸展开来了，所以要去洗。头啦，我自己爬上去。Very okay。耶、yeah, ，那这就是今天又在 VIP 的体验哦。那我来分享一下服务后的感想好了。今天这位小姐姐是 Ruby， 别看她人小小只的，但是她是技术流，她的按摩非常的到位，而且她非常的爱笑。那刚刚抓头皮呢，真的是抓到深入你的骨髓啊，我觉得非常的棒哦。所以呢，这位人小志气高的 Ruby 姐姐，下次大家可以点名她来服务哦。咱们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到此结束，大家拜拜。拜拜。